当年灭你全家的人，我知道是谁了。是谁？是我爹。你说什么？是我爹。我不知道究竟是为什么他要亲手毁掉我们两家的世交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他要亲手杀死自己最好的兄弟，我真的不知道为什么。在我不知情的情况下，我已经是你仇人的儿子，你得帮我。你让我怎么帮你？原谅我，原谅我，让我们放下这个包袱。我愿意付出一切代价，哪怕是高价所有的财产。我不想要你们家的财产，能换回我爹娘的命吗？紫云，如果用我的命能换回你父母的命，你现在就把我杀了。不，紫云，你放开我，你放开我。紫云，我知道你很难受，但是你知道我也很难受，你知道吗？从今天开始，我用我的下半辈子来偿还你，我一定让你得到平安，得到幸福。我不想听你说，你让我一个人静静可以吗？你说什么？江子云？江子云这个名字你感到陌生吗？那么是谁派杀手到宅子里杀他呢？他爹，我和江子云没来到这个世上之前，是你指腹为婚，让我们成了一对儿。当我们两个两小无猜，有点感情的时候，是你拿死亡把我们俩分开。现在看到我们俩在一块儿，还想拿死亡把我们分开吗？今天我到这儿来，只想说一句话。我决定了，我要娶江子云为妻。你知道，江家的灭门是由我引起的。如果他知道，他已经知道了。你真是不可理喻。阿爹，我不管你的手上沾了多少别人的血，但你是我阿爹，这个变不了。今天我来告诉你，我要娶她，就是想向你通报一声，你答应还是不答应，随你。阿爹。那个女人是你派人去下手的吧？没有，我只是找人打听打听，有了消息我就来告诉您了。我怎么会对那个女人下手呢？因为她戳瞎了你一只眼睛。儿子知道错了，我是一时冲动。不过阿爹，他留着绝对是个祸害呀，养虎成患，我们不能大意呀。阿爹，这事不许你插手。丹尼，天哪，亚历山大，怎么是你啊？对呀、你怎么这身打扮出现在广州啊？
我就想来看你的。那别在这儿了，我们进去说吧。好啊，来啦！先来喝口水。我自己来。哦，嗯，你慢点吃，没人跟你抢，别噎着。你看这，嗨，这都是你的。嗯，谢谢。丹妮啊，我以为洋人呐吃不惯咱中国菜。吃得惯，非常好吃。快说，亚历山大呢是我在外国留学时候的同班同学，他要在广州住上一段时间，所以呢，想麻烦您给他腾出一个空的房间来。好嘞，你等着，我这就去准备。谢谢。云飞，我不会为难江子云的。不过，你要娶她，这件事恐怕要从长计议。我们不能因为儿女私情而耽误了公事。昨天昌战行的陈老板来过了。陈孝和，他来这里干什么？他要组建商团，他要我们出钱出人出枪。爹，这个事情你怎么看？我怎么看？我们都是做生意的人，当然越少牵扯政治越好。不过眼下为多事之秋，军政府立足未稳，陈炯明虽然下野，但千足之虫，死而不僵。滇军以护国的名义，还占着广东大片的地盘。商人要经商，但也要自保。商团以保境安民为宗旨，当然是符合天时地利人和的。爹，出钱出枪出人都可以，但是高家坚决不能干那种吃力不讨好的事情。这是今天为恭迎新春广州商会组织的联谊会，在会上陈孝和就会提出组建商团的构想，我们高家当然要争个名分，除了你别无他人，所以我们不能为儿女私情而影响了大事。爹，你放心，公事私事我都能办好。我先走一步。好。贵仔，今天我出门你别跟着，你给我把萧小姐看好了，谁都不能靠近她。要是再发生昨天那样的事情，我把你头拧下来。那二少爷，您出去总得带几个人吧？不用了，今天我就带小茶壶。报告失踪，昆明都督府密切。说是有个犯事的赤鹅从云南跑到了广州，要我们协助缉拿。这广州城这么大，我到哪儿去大海捞针呢？萧小姐，萧小姐，萧小姐，你们家小姐呢？你们家小姐。干什么的？好，等一下。老爷，
他说他是德化祥安瓷庄的。德化祥安瓷庄，我怎么不记得有这么一个客户啊？他有没有说姓什么叫什么？就说他是少东家，我看他身形瘦弱，不像是歹人。身形瘦弱，祥安瓷庄。哦，我知道了。你认识啊？一会儿把他带到祠堂去见我，去吧。哦，是。哎呦，陈老板，恭喜了！恭喜恭喜恭喜！哎呀，谢谢谢谢谢谢，谢谢光临，谢谢光临，恭喜啊！谢谢，谢谢光临，恭喜了，陈老板，谢谢。哎呀，吴先生、高先生，两位大驾光临，真是给我陈某面子啊！里面请，里面请，恭喜恭喜，请。请，恭喜，二少爷。嗯，什么？怎么？有什么事情吗？家里出了点事情，有点不便，要回去处理一下。这里的联谊会我就……哎，没事，有事你忙吧。反正今天只是让大家来喝喝茶，来玩玩，顺便探个口风。探口风？你就别问了。反正啊，我觉得玉兰这块招牌我是信得过的。多谢陈老板抬，先告辞了啊，不送了，走。子云，我已经想到是你，又特地把你安排到这里，自然我是有提防的。但我并不想为难你，只是想跟你说几句话。你听完这几句话，要杀要剐随便你。我不想听。不听也得听，事关你父亲的秘密。有没有人找老爷？有个什么德化瓷庄的少东家，找老爷。老爷在哪儿？在祠堂。爹，你把紫云怎么了？他没事，已经走了。走了？他去哪里了？还是那句话，萧子云，我娶定了。哎呀，这少爷怎么回事啊？赶着充军啊，跑死我了！哎呀，刚才那个人哪去了？上那边去了。喂，少爷。
老爷。累死我了，累死我了，这茫茫荒野的到哪儿去找他呀？不管怎么样，今天一定要找到他。找？怎么找啊？啊，小姐，爱干净的小姐，少爷找你，出来呀，出来呀。干嘛？我爹难为你了，那你为什么跑到这里来？云飞，我想我可能不应该来广州，我要走了。你要去哪里？不知道，也许回德化，也许去一个没有人认识的地方。你得告诉我发生什么事了。我只想尽快离开这个是非之地。那我们怎么办？云飞，我知道你对我好，可我们是不可能走到一起的。我们分手吧。分手？你怎么可以跟我说分手呢？你还记得这只枭吗？如果你还记得他的故事，你就不应该跟我说分手。好，今天就让一切结束。枭是我的命，你把他扔了，就等于是扔了我的命，知道吗？他那么值得你拼命吗？当然值。如果我再扔的话，你还会把他捡回来吗？不会，因为你再也没有机会把他扔掉。我以后再也不会扔他了。商团的事你怎么看呢？大哥，我看陈氏兄弟的确想把商团做成一个大场面，至于他们能做多大，
怎么做的，我现在还尚且不知。大哥，你看我们是否参与啊？这没什么好犹豫的，姓陈的不就是想步陈炯明的后尘，过把南越王的瘾吗？让他们闹吧，要是真的闹大了，我们就借机找高玉府报仇，然后回南阳。好吧，一切听大哥的。高老板，像这样的商团兵我们已经有数千人了。数千人那抵得上一个混成旅了。这算什么，我们正在吸收一些有影响的会团，比如说黄师傅名下的宝芝林，还有三元里洪门等，等这批人都聚拢起来，那广州不就是咱们越人的天下了吗？嗯，是啊。高老板，你知道我为什么特别重视你的意见吗？愿闻其详。在广州啊，只有你我是同道中人。听说高老板有空闲的时候经常会看看《吕氏春秋》，不知对吕不韦有何评议啊？哈，倒也没有什么评议，天下人都知道吕不韦为相，励精图治，最终统一六国，而我们现在正好是乱世，军阀割据。精辟啊，果然不同凡响啊。不过听说令尊似乎对商团有误会啊，还希望你啊从中疏通。我陈某可是静听你的佳音呢。放心吧，陈老板，今天在这儿你是让我耳目一新呢，我会把这儿的所见所闻全部转告给家父。好，那我先告辞了，再会。爱情像一场梦。请请请。嗨，梦中今晚于小姐还没回来吗？啊，这个她每次出去都很长时间吗？啊，于小姐是我们沙龙的老板，她又不是我的亲娘，她的事情我怎么会知道呢？那等她回来能不能替我传个口信，就是我找过她好几次了。哦，好好，只是带个口信，没有什么别的需要留下的。没有啊。告辞。往里走，往里走。哎，月票。哎，啊，那边啊。哎，师傅，这船去哪儿的？哦，那是去黄埔常州的。哎，你们几个给我听好了啊！啊，少爷已经交代过了，不认识的人一个也不许放进去。是。哎，顾先生，您怎么来这儿了？啊，老爷有事儿，让我来找二少爷。二少爷去哪里？老爷不会不知道吧？这个老爷疏忽了吧？哎，贵仔，我呢跟你打听个事儿，听说二少爷在这里又养了一位少奶奶。顾先生，您到高家的日子可比我长多了吧？有些规矩您不会不知道吧？贵仔，我这可是为二少爷好，二少爷年纪轻，万一交错朋友，贪恋女色，影响了大好前程，这老爷怪罪下来，你也是吃不了兜着走。顾先生，您就别为难我了，你我都是下人啊，帮个忙，您赶紧走吧，我想二少爷也不愿意在这儿看到您。嗯，好，那我改天再来找您。改天？改天都不知道在哪儿呢，今天晚上二少爷就要搬家呢，您赶紧走吧。啊，阿爹，这二弟几天之内从钱庄提了不少现金，您说他这是干什么呢？哎，他应该有他的安排吧，此庄也许需要现金，
也有可能他想扩大码头的船队，随他去吧。要是用在玉兰身上我没话说，可我就怕他为了那个江子云。你是说？我得到可靠消息，他们今晚就要挪窝。今晚？这个女人可是个祸呀，万一放虎归山。云飞已经告诉我了，他要娶江子云为妻。去仇人上门，这不是开门即盗吗？您老还不赶紧拦着呀？以云飞的脾气，硬行阻拦未必行得通，还不如干脆跟他挑明了，让他娶子云，并把玉兰的大权都交给他，他还是留下来的好。阿爹，你太纵容二弟了吧。我知道您是担忧他的怪脾气，做出什么奇怪的举止，但是您要控制还是能控制得住的，您干嘛这么怕他呀？不是怕，我想我们和江家的恩怨也就到上辈为止了，不要一错再错。至于云飞的事情，只要他不太出格，也就听之任之了。阿爹，好了，这件事情就到此为止，不要再提了。真是不好意思，这个地方还没住热呢就让你搬走，但这绝对不会是颠沛流离。只是我觉得你在这儿不太安全，我不想有什么差错，所以我们先搬走。一切都听你的，你安排吧。你就按照我说的做，听明白了吗？为什么？我想成全你们俩。你不会做什么对云飞少爷不利的事情吧？我是他大哥，我会害他吗？阿娇，只要你按照我说的话去做，你的二少爷马上就会回到你的身边。二少爷，我五块大洋真是白给你了，用你的时候你总是不在啊。少爷，你有事找我去做啊？我今天搬家。搬家？为什么今天搬家？你就别问了，今天无论如何要从这儿搬出去，下午跟我去趟钱庄。啊，明白了。子云，一会儿我跟小沙虎去趟钱庄，可能时间会长点，你在这儿等我吧，然后我们一起走。嗯，我等你。贵仔啊，我到钱庄去一趟，你可把这儿看好了。少爷放心。小茶壶。哎，阿春，你怎么来了？阿娇姐姐要我给云飞少爷捎个口信，她有急事要见云飞少爷一面。什么时候不好，非要在我最忙的时候找我？哎呀，洪秀昭有什么急事啊？改天再说吧。啊，一会儿我们路过洪秀昭，先去一趟就是了。哎，好啊，我已经很久没去见过我娘了，走。开车，呼，走喽！我取这么多是想把钱好好用在刀刃上，啊！如果再这样下去，我们整个玉兰堂都要毁在这些老人家手里了。我可不想这样。今天我把现金全部挪光，以后我大哥和我爹一定都会理解我这么做的。可你这不是监守自盗吗？去，什么叫监守自盗？做大事哪来那么多想法？哇，少爷，你是做大事的，你要是当了皇帝的，一定要记得给我个大官做。哎，做个大官，不要做大太监啊！你废话还真多。哎，少爷，我想问你啊，你如果和萧小姐结婚的话，你会选在哪里啊？我会找一个适合我们的世外桃源，到那儿结婚。哇，世外桃源！哎，这样吧，我就给你看桃源啊，记得啊，洗钱。我可是要双份的，少爷啊！
阿娇，你这么急找我干什么？没什么，今天是我的生日。你的生日？嗯。哈，小茶壶，去大三元订个几桌，让我们阿娇和她这儿的姐妹好好过个生日。哦哦哦！我要的不是一桌生日宴，只是希望能在今天让我守着云飞少爷，再为您吹一曲《彩云追月》。可是阿娇知道留不住二少爷的心，但是只求今天您能留在这里陪我过一个难忘的生日。以后我再也不缠着您了，就当世上没有阿娇这个人，行吗？小茶壶，你一个人去洋行行吗？啊，我，哎，可以啊。贵仔，哎呦，顾先生，哟，你这也算吃饭呢？太可怜了吧！我这呀，姥姥不疼，舅舅不爱的，没人管呢，又走不开。哎，哎，您怎么来了？做哥哥的想着你呢。你看，哎呦，好酒吊烧。哎呦，谢谢哥哥，谢谢哥哥。阿娇，你喝的太多了。今朝有酒今朝醉，明日之酒在何处？去把芳芳叫来。是。哟，哎呦，少爷。哟哟，我没看见啊，没看见。事情办妥了吗？啊啊，少爷，没问题。少爷，你放心，全都办妥了。这夏天呢，天气热了，等云飞回来的时候，要加一点薄荷、金银花。去帮我倒杯水来。他们今晚就要挪窝，这个女人可是个祸害呀。云海，云海。老爷，大少爷带着顾先生出去了。什么时候？有一会儿了。这是眼睛。
这些钱是给阿娇赎身的。哇！哎，阿娇，快谢谢云飞少爷，快呀，快呀！少爷，我这辈子欠你的，我无法还了。阿娇，我根本就不需要你还。二少爷，你快回家吧，快走，快回家，快回家！阿娇，你说什么呢？云飞少爷对你多好，你怎么了？你们别问那么多了，快走！小小姐需要你们，快走，快走，快走啊！快走！便宜了我。我与其杀了你，不如把你弄残了，让高云飞自己看不过去，把你扔了。你阿爹，我把这个女人给玩了，我还挑断了她的脚筋，她毁了我一只眼睛，我就毁她一辈子的人生，我让她求生不能，求死不得。可她毕竟是你弟弟的女人呐。呸，就要让弟弟品尝一下爱上仇人的滋味。他高云飞喜欢那个爱臭美的姜子云，可他现在就是一个被弄脏了的、被玷污了的废人。阿爹，你说儿子这招周全不周全啊？痛快，痛快极了！我报了仇了，我给自己报了仇了！哎干出这种事情啊！人伦何在，纲常何在？仇恨把你的心智都弄残了。阿爹，我这样做也是为了高家。你没看到，这个女人就是讨债来的。钱庄的钱被抽空了，马上船队辞庄也会垮掉的。我是高家的长子，我做这一切完全是为了高家。我做错什么了，阿爹？滚！你赶快给我滚！爹爹看见非宰了你不可，赶快滚！快点开！老天爷，你可真会捉弄人！难道十三年的梦魇还不够吗？难道千万遍的经文也不足以弥补我的罪孽吗？可怜的孩子，纵然是血海深仇，也不该把你折磨。一生都被冥界折磨，还有残废的身躯。如果云飞娶了你，你岂不是还会拖累他的终生？
贵仔，我和把钱藏好。哦，我表在。爹，你在干什么？云飞，你听我说，你在干什么？云飞在干什么？你子云，子云，子云，子云。爹，你对他干什么？你对他做了什么？云飞，他不能做你的老婆，你让他走吧。他是我老婆，他现在就是我老婆。他会害你一辈子的。别胡说，你胡说。去，把他给杀了。你的黑发。